据不像徐乐凯台北采访报道。顶级市场大家抢，包括了信义区五星级的饭店大战也开打。这韩舍爱美酒店走的是艺术风格，总统套房一个晚上12万，现在也成了奢华代表。走秀的 model 穿着全手工量身定做的礼服，从走道到伸展台，近距离和台下观众互动。280平的宴会厅才刚刚落成的爱美酒店首次大房复建，从雕塑到绘画，走的是艺术饭店的巴黎风。总统套房要价12万来势汹汹，但选择在新一区落脚，象征的是两个多月后的跨年烟火秀。比方说，我们现在婚宴的部分已经都有在明年12月的婚宴，我们都已经被询问到了，甚至像明年一些好日子，我们现在都已经其实完全都是fully booking的状况。订房率高达90%，占有地利优势，摆明直接就是冲着君悦饭店而来。那我们这边你看得到是101，一个晚上是88000加一层。但老字号的君悦饭店10000出头的房价，从窗户就能近距离的看到101最有竞争力。饭店业者凸显信义区的奢华轮廓，更让台北饭店进入新的战国时代。据选手来台北采访报道。台北的饭店即将有一波商机，因为花博